十月六号的部分，滚石有帮大家帮洪生办了一个那个音乐的追思会。各位媒体，还有喜欢洪生的亲朋好友及粉丝们，这几天真的辛苦了，谢谢大家的关心与照顾。我在这边替洪生，替他向大家致谢。我相信洪生，他一定希望大家接下来的生活，在这件事情以后。都能开开心心的，更认真的，更珍惜与周围朋友以及家人的相处。然后，关于最近有一些网络上很多有关民间的民俗的信仰的东西，相信对家人、对亲属、亲朋好友都不是有太大的帮助。也希望各位媒体可以体谅，这不是洪生希望的方式。洪生一定希望喜欢他的粉丝跟大家都能更珍惜接下来的每一天，以及跟每一个朋友相处的时间，还有家人。真的很谢谢大家，这几天真的大家都辛苦了，谢谢。接下来有什么新的规划？就是十月六号的部分，滚石有帮大家帮洪生办了一个那个音乐的追思会，对，那也到时候礼拜三、星期三的时候，我们会公布正确的时间。那时间现在是定在十月六号，对，那地点会在华山的 Lexi， 对，那也希望大家有空喜欢洪生的朋友，就来一起共享盛举。接下来就是告别式那一天，会在举办。这个就会留给这一段路，就会留给他家人跟他最至亲的朋友，让他们去陪他，去送他，这样子。对，不会再对外公布了。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辛苦了。